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喜。今天我们买了3斤肉的大草鱼啊，准备做个草鱼来吃。我们是准备跟那个豆腐一起做，看一下我们怎么做的哈。先把这个鱼给处理一下。现在把这个鱼给挂下鳞啊。橙子来啦！橙子来了。煮鱼给你吃了吗？这个鱼已经处理好了。现在我们把它切一下，这边切一下，然后这边切一下。这里面有个鱼线，我们轻轻拍它的肚子，把这个鱼线给挑出来。看到没有？慢慢拉出来了，你看这个线。你看这根线啊，这个就是鱼线了，要把它处理掉。同样的方法，然后这个背面也是这样处理，这边切刀，这边切刀，然后就把那个鱼线给挑出来。先把它这样砍成段。我们再这样子对半切开，把这个鱼骨头给切掉。你看这个鱼骨头啊，这个肉就分成这样子，稍微切大块点。这个鱼就处理好了，然后叫我妈做一下嘛。放入姜片。食盐，我们把它腌制3分钟。这些是配料，生菜、大葱、香葱、辣椒，还有生姜。现在倒入一个蛋清，倒入适量的生粉，这是坨子豆腐啊，这边买了3块，把它切一下。这个豆腐煎至两面金黄，现在把这个鱼给煎一下。像这样子煎成两面金黄，出锅备用。好香啊！把这个炒香，倒入豆腐，倒入鱼，倒入一些豆瓣酱。倒入一罐的啤酒，让它煮一下。加一点点味极鲜。
让它焖个7到8分钟。哇，你看这个好香啊！出锅了，哇，好香啊！真的很入味。哇，这个鱼就做好了，非常的香啊！我现在尝一下好不好吃？这个豆腐你看。豆腐吸收了那个鱼汁啊，很入味啊，很香。我尝一下这个鱼肉啊，好吃，哇，椒捋嫩嘛，因为我们去煎了一下，然后再去炖，再去煮，还有这个啤酒的味道也融进去了，哇，真的很好吃。哇，太好吃了！哇，真的实在入味啊！好了，我们去配饭了。哇，真的，这个鱼真的很好吃，这样做。你看，我的陈哥都是口水直流的看着。我们去吃饭了好吗？好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去吃饭了哈，明天见。